目前是 DNA 的已经提取完毕了，所以这个 DNA 信息你们可以获得，但是有条件，剩下的五个人重新编队，编两个队，两人组和三人组。最终的终极考核，两个小组要有一个 PPT 出来。这个 PPT 要用什么？用到我们今天马上用到的 DNA 的这个信息。主要的任务是要把整个这个事件做一个还原，把这个完整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的串联起来，要梳理它的全部案件信息。我们给大家一个半小时。好，可以找你买吧了。去完了，确认过眼神。现在意思是我们两个，他们三个是不是？是。现在如果不反驳的话，就我们两个，他们三个。那你们两个吧，你们前二，你看多么厉害。你们又物隐性的意愿。我们已经这一餐就没去一起，再见，已经一起两次过了。好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已经一起两次过了。好。发了哪里呀、啊？发在哪里了？群里，群里，我们群里，宝贝。李雨欣，哎，我没有照片，你把照片可不可以给我一份？你要考是吧？对，你放到你的那个 U 盘里，再把 U 盘给我。好好吃，你吃不吃猪肉酱？你不吃是不是？吃，没错。嗯，我连着吃三个。你压力大？对，我压力大，就会想吃东西。然后说一下大框架的东西，我觉得就是呈现一下我们发现物品的顺序，然后在串联的时候再做这个发生时间的顺序。哇，我超想是我们三个的。确认过眼神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。走呗，去那儿。Go， 暂时 Go， Go， Go。那个星星过来跟我们一起写莉莉的那个吧。你说死因吗？对对对，那我搞第三部分了啊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觉得他的智商物，就是致死的那个工具，到底是那个单刃锐器还是菜刀？菜刀不是致死的，菜刀是用来分尸的。如果是先晕了，他们以为死了。哦，你是说颈部的这个吗？对，颈部的这个，它分尸的那个地方是没有生物反应。你没有听到我们不汇报，就我觉得那个是分尸的，绝对。而且死后不久之后分尸。OK OK， 他觉得是死后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死因上面，因为他这个确实，你机械性窒息的话，真的没办法排。有些确实就不明显，他是有一定表现的，而且他死后就立马被分尸，然后到了那个水中。但他所有的皮肤黏膜上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在纠结什么？就是他的根本死因。他根本死心是什么？我们考虑什么？计算，在窒息的情况下计算，机制怎么排？我觉得或者联合，我觉得两个联合，联合的可能性大一点，而且甚至我觉得就不是一个人能干完的，而且可能一个人那样，一个人这样，因为他身上没有抵抗伤。但是如果你们是考虑一个人勒，然后一个人刺的话，饿是完成不了这个一边饿一边刺这个行为的，是的，对吧？看师表会觉得怎么样？是吧，就是一个黑的，再想想，对，有一头是黑的，就像恶警。但是如果恶警是正妈完成的话 ，DNA 里面就应该也有正妈的痕迹。你是说什么？指甲内的 DNA， 如果是恶警从前面恶警的话，他这样抓的话，不可能只有小正一个人。对对对。可以顺序给我，快快快，我这边都搞完了，就是前面三个人都说完了。这么快。顿顿，你把这几个照片找给我。哪个？第一就是整个犯罪现场的整体，就是从爆炸现场的公交车的整体观，然后分尸第一现场的整体观，然后第三凶器。你找到以后你全部汇总发给我。你说的引爆器是这个吗？这个白色的。对，就这个引爆器。你说的那个里面的照片是这个有血的这个照片吗？会扫进血迹。
没配断肢呀，没有一块拍，我分面发给你行吗？没事，可以可以，真的没事。好饿啊，真的做不完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流鼻血了？没事吧，怀孕更险了。仓库里面一把菜刀，有不对，有问题。你这个创哪来的？对对对对对，我用菜刀分析，那这些创怎么来的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而且生前死后的都有。嗯，我觉得是有一个泄愤的一个过程，来写上。他有可能在包庇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放到行李箱的？爆炸不对啊，那个爆炸不对啊。爆炸，人花烟花。它是高光，但是它不发热。应该是在行李箱里，行李箱里面才有炸弹。啊，我要做 PPT 了，不然我们时间来不及了。十分钟，十分钟，写按键还原，就直接一边写一边推嘛。嗯 ，OK OK， 那就是骨骼，多骨骼看切创。嗯，看切创。我有描述，这个看切创切口叫平整平行排列，然后切口旁边有切口皮瓣。你给我吧，我看一眼，我照着你这个看，我看着写啊，是块淡斑平整骨骼看切创，收缩，胸骨上下颌下。我梦的这个笔记太厉害了，就是要把他这个笔记拍下来做纪念。天哪，那小海的我们那个尸检没做呀。 OK， 你觉得你藏身队会不会不行？ OK， 那也不爱你藏身队，爱你。然后爆炸爆炸爆炸，羽毛这枪是正妈的指纹，爆炸物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炸药，而且我觉得是预谋。好，我非要把这个敲上去，你觉得呢？怎么样，可以吧？好，哎，走吧，过去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那我们东西收拾了，走吧。大会议室是吧？带齐。